雄，前我知道好像前几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对。然后难得今天大晴天，还蛮热的。然后对，谢谢上帝，那个让今天天气很好，然后让大家能够很踊跃的来会场哦，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健康。好，那首先呢，在演讲之前，就是我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不见得大家都知道我是谁。那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哦，我是那种大家口中的那种小留学生，就是我爸爸妈妈在我14岁的时候，他们就很勇敢的把我送去加拿大，然后我在多伦多那边念书。那多伦多呢，就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呢就陪我们去2个礼拜，真的只有2个礼拜，然后就把我们3姐妹呢，我是我们家最小，就把我跟我2个姐姐就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就自己长大了。好，然后对，那他们后来也不是很常去看我们啦。好，所以就是我们就在那边念书。那我是那在多伦多呢，加拿大的学制以前跟现在有一些改变，可是整体来讲呢，就是1年级到5年级是小学，6年级到8年级是国中，9年级到13年级是高中，所以就变成我一去的时候，我就直接念那边的高中这样子。然后那个年代呢，还有13年级哦，就是申请大学之前就会有一年，后来就取消了这样。然后总之我在那边就念，就从高中开始念。然后我本来呢是念数学的。就是我那时候申请到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多伦多大学数学系，然后所以大家可能想象中，哎，数学跟脊骨神经医学其实离蛮远的哦。那的确，就是我在后来为什么会知道这个脊骨神经医学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大一，好像现在想想应该是开学的第一周吧，开完学第一周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哦，9月初。然后呢，那个跟我朋友出去玩，然后就我们就出车祸，然后呢就撞到了。啊，撞到之后怎么办呢？那个现场啊，因为刚刚讲到，就是我爸爸妈妈没跟我去嘛，所以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是撞到，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就我爸妈也是后来打电话去才知道。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小朋友就很害怕，所以没有外伤，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很惊吓。所以其实很多人哦，包括现在很多人在刚刚受到创伤，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剧烈的一些惊恐，一开始啊都不太会有明显的疼痛反应，因为太惊吓。大概过了3天到7天左右，很多疼痛才会开始反应出来。就是后来就是包括我自己体验过，然后以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现象哦。所以后来呢，大概1个礼拜之后就开始就是全身痛，然后呢就去看了脊骨神经医师，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哇，那个颞颚也掉下来了，就是下巴这边，俗称老也还，然后颈部也受伤，然后骨盆也受伤这样。所以就后来进行了一连串的这个复健，然后那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就认识了脊骨神经医学，就发现它跟我们一般认知亚洲人认知的复健或者是医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照护的范围很广泛。然后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那个医师也很鼓励我，就是可以去探索数学以外的领域。所以后来就也还蛮顺利，因为加拿大就是只有一间脊骨神经医学院，好，就是学校只有一间，就刚好在多伦多。然后我们那时候坐公车去大概45分钟会到，所以就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就申请，然后就念。然后念完之后呢，就在那边工作嘛，然后工作一阵子之后呢，就觉得我要来体验人生，好，因为那个加拿大很无聊，就是那个多伦多很平和，很 peace 这样，就是一个很适合退休养老的地方。那时候我就是20几岁，所以就想说，那我要来体验人生。那后来想来想去呢，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跟我父母亲那个在我是青少女的时候，很少跟他们聚在一起，所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回来台湾也陪伴他们这样子。
然后那因为兴趣很广泛，所以呢，就后来还有去学到一些，就是包括那个身心释放等等。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后来看了很多人，就发现疼痛这件事情啊，腰酸背痛大家都觉得是现代人的问题，可是它实际上会造成的原因非常的多元。那步态今天的主题当然是其中一个环节，但是包括情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姿势、习惯、体态、步态、情绪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疼痛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会看到大家会因为不同的因素，然后试着去缓解这个，可是一直找不到真正的根源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在一个奇怪的循环里面打转。好，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哎，我姿势也注意了，然后我枕头也换了，好，我鞋子也换了，为什么我还是会不舒服？有时候它的真正的根源是还没有找到的。好，然后我就后来就陆续出了一些书，然后我在那个 FB 上面就是有邀请大家来听演讲的时候有说，如果有之前的书也可以来签。好，然后所以今天呢会跟大家聊的就是走路，然后还有那个自我检测，跟我们用专业的方式来做自我检测。好，那接下来有几段影片，我们大家认真看。好，大家看一下，一般人的走路，很多人的走路呢，都是要从很细节的地方看。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某一天在路上拍的，然后会看到很多人各式各样的走路方式，其中有几位呢，走路方式怪怪的，不太对。好，那大家可以猜猜看，里面有几位的走路方式是不太正确，然后问题出在哪里？这样。好，大家有看我看到吗？有觉得里面有问题吗？走路的方式有。好，我们再看一次好了。所以其实平常都会看到很多人各式各样的走路方式。好，大家觉得哪一位有问题？最后一个。对，最后一个也有，前面也有看到。对，就看到很多人有齁。好，我这边没有剪到那么细，所以我剪了这一位。这一位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其实还好？的确后面的那一位最后那个鞋子，但那双鞋子看起来比较新，所以实际要看到就是他的状况，影片不是那么明显。那我觉得这一位的比较明显，然后你们会想说，那他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好，首先呢，在书里面也有提到，他的左边口袋里面放了什么呢？手机。对，很多男生呢，不是放手机就是放皮夹。然后有一次啊，就是那个我们就想说，哎，那个口袋的东西拿出来，哇塞，那个百宝箱就两个口袋，然后衬衫，然后外套全部拿下来，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哈。就是很多男，尤其是男性，喜欢懒得背包包，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钥匙啊，然后钥匙可能很大一串，零钱啊、发票啊什么，全部都放在这个口袋。好，放口袋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比较大的问题在于放这种后面的这个口袋啊。然后如果你长期坐着，你身体是不是压着块东西，然后让身体的骨盆是一边高一边低的？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以结构来讲，男性的骨盆跟女性的骨盆天生的长相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男性的话，我们在 X 光上面看是比较属于倒三角形的，女性的话比较圆润。好，这也是为什么通常在身形体态上面，男性的臀部会比较窄，女性的会比较宽，比较圆润。那也因为结构的关系，通常男生比较不会骨盆旋转，就是他比较不会歪斜。但是后来看到还是很多男性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跟很喜欢把那个一块东西放在单边的口袋里面有关。
好，那这个是在医学上面 有看到，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那个皮夹啊或者是卫生纸什么之类的就放在那个口袋里面，那这是一件事。好，那我们再细看这一位的走路，看一下下一位，我们把它放成慢动作的时候，大家有看到他走路的时候是会晃的吗？就是会这样晃。好，很多人走路的时候会晃来晃去，那为什么呢？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听音乐，对，还不错，他有耳机嘛，看不到脸。好，听音乐是一个。好，滑手机，好，还有没有？提东西，对，提东西也会。还有吗？长短脚，这个很有概念。好，偷看书了吗？没有。其实走路的时候会晃来晃去，最大的原因，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肌力不足。好，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坐着，那上班的时候几乎都坐着，回到家之后都坐沙发。好，那我必须讲说，基本上你就算老老实实的、很正确的坐在椅子上，一个小时之后你还是酸痛，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可以维持很所谓正确的姿势很久。好，因为肌肉它是需要活动的。好，所以我们更常看到的是身体就是歪歪斜斜的在坐。好，那个是真的比较常见的族群。好，那回到肌力不足，肌力不足呢，很多时候走路会晃是跟它的臀肌有关。因为我们都坐着，所以我们臀部的肌肉实际上要得到训练的机会很少。好，那尤其大家想说，是不是走路走多一点我可以练到臀肌？对，它是可以，可是它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你走路的姿势要是正确的。好，如果你走路的姿势不正确的话，比方说你膝盖已经有磨损，你可能会磨更多。好，所以基本上还是要走路的话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介绍。好，那回到走路晃来晃去，跟走路的时候很多人肚子会挺出来，有没有？那都是跟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不足有关。所以大家听过核心肌群，也都觉得说，我们要很认真的练我们的核心肌群，这一点是对的。那可是核心肌群是哪一些肌肉呢？因为它叫肌群，对不对？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腹部、腰部、臀部，甚至到大腿，都是属于核心肌群的一部分。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练的时候，都是要全部完整的去做练习。那大家一定最熟悉的就是说，我们要瘦小腹会做什么？仰卧起坐，好，最常见的。然后就会听到非常多的人说，我仰卧起坐做了很辛苦，我昨天做100下，今天做100下，我肚子还是没消。好，那这个问题呢，就在于如果你只有单纯的练一组肌肉，你的身体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它是要彼此的协调跟平衡。好，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影片哦，大家现在应该会比较有 sense， 就是会大家可以猜出哪一位走路怪怪的，现在有看到吗？对，因为我一直拍他，对不对？对，就是他，好，因为我一直拍他。那他迎面走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来了来了，就是有看到他什么问题吗？对 ，O 型跟外八，对不对？好，外八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常见。好，为什么我会强调外八这个部分？因为外八它一个是足弓的问题，再来也是跟肌力有关，因为跟平衡。我们的身体呀，正常的状态，它够平衡的时候，它往外的角度大概是20度以内。可是如果你今天走路有点不稳，好，那身体会去寻求让自己更稳的方式，那个是身体的一个本能，所以你就会变歪八。好，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很常见的，好，会看到有这样子的身体的表现。好，那这一个，这已经是直接就慢动作了。大家有看到他的鞋子吗？对，就是一个是鞋子的磨损，好，外侧，然后再来是一样外八。
那鞋子的磨损等一下也会介绍，大家回去呢一分钟好就可以回去去看一下自己走路的这个状况。好，那所以刚刚看了一些人的走路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站姿这边开始看。好，左边的这一位有没有觉得他的站姿很熟悉？哦，还好哦。好，那就是这样子的站姿呢，我称为他为国民阿伯的站姿，因为有好多的就是长辈们，有一天我在教会啊，就是教会都站一排一排的嘛，然后我就坐比较后面，然后往前看，有一排的长辈全部都站这样。好，然后我那天本来想偷拍，然后后来就是不太好意思，因为怎么拍都拍到脸。然后呢，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站姿，这个站姿呢，我们叫它为骨盆后倾的站姿，非常常见。那它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它在 ，OK， 在这个地方是驼背，好，大家会觉得说，哎，驼背很常见啊，然后这边会凹进去，然后感觉臀部很扁。好，很扁，然后你会看到这个裤子的皱褶，裤子的皱褶就是看起来那个裤子很松的感觉，不要误会自己瘦了。好，就是这个地方是因为你其实我们臀部是要往后挺起来，那个时候骨盆的中线才是对的。好，所以这个我们会很常看到，就是很多大概中年之后的长辈，尤其男生，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站姿。那我们会看到像这样子的站姿啊，很多人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他在这个地方会酸，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这里，就是髋关节旁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很酸，跟这个地方会很酸呢，是因为他平常的站姿就是靠这边在做支撑。然后我们之前已经提醒过很多的伯伯们，就是你啊要改变这件事情要怎么改呢？你就把屁股翘高，然后每一个都别扭到一个不行，他就觉得说屁股翘高怎么走路，这样不是就是很奇怪吗？就是很害羞，觉得屁股这样翘很高。可是其实没有，我们请他整面镜的时候去看，你的臀部往后翘才是正常的，你的身体才是在一个中线位置。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他这个走路的方式。这个穿太多了，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冷，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地方的臀部，它是扁扁，然后它是其实会有点往前，然后再来就是外八。那这个呢，我在拍的时候它是比较做作的，因为这位是我爸，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拍走路，他说好啊好啊，什么时候轮到我这样，然后很开心，所以就是走，然后他还说，哎，这次 OK 吗？要不要再一次？然后就不停的叫我帮他拍好，然后总之呢，就是他这是比较做作，他平常不是这样走，但是我们还是有参考的价值，就是看他就是在上面这个地方他其实比较驼背平常，然后这边是扁的。好，那会看到很多的长辈会有这样子的走路的方式。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哦。下一位呢，这个我们大家也来看一下他走路的问题，有看到吗？对，这个也是非常细微的观察。好，所以有看到这个走路的方式哦。那一个是腿型上面是比较我们所谓的 X 型腿，好，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再来的话，它也是有点晃，因为它的臀部的肌肉也是比较不足。所以会看到他在外就是走路的时候，我们叫他就是步宽的地方会多一点点，哦，大家可以再看，就是然后他会绕一下，哦，有看到那个脚绕过去的那个样子吗？那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买裤子的时候，如果你要改那个长度，会觉得一边要比较长，一边要比较短。那直接的反应就是不是长短脚？好，那的确那个是很多不是真的，是就是功能性的长短脚。骨盆这边有一些歪斜，所以造成他的腿长，在走路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般这样正常走路啊，他会绊到。好，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在学走路的时候，他起来他会指头有点绊到那个地面，
然后就会不稳。所以后来慢慢慢慢，他们会养成一个习惯。那包括小朋友，包括大人都可以去观察。他走路的时候，他会走往前走，然后画一圈。那当然不会画这么大一圈啦，哈，就是走的时候他会绕一下。你们其实回去可以偷拍自己的家人，哦，然后呢去观察一下，他会有一个晃一圈的这种表现。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近的。那我们通常走路的时候呢，是脚跟着地，前足推进，脚跟着地，前足推进，像这样子的一个走路。所以像他也有一点内八，好，有看到哈。所以像这些问题，我们会看到了，然后呢，就会去回来去问说他有什么样的不舒服。那有一些年轻人，像这位很年轻，就没有感觉。可是他延续这样子的走路模式，到了年纪比较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我的膝盖退化只有一边？哦，那不是两只膝盖明明都一起用吗？为什么膝盖退化是一边？为什么腰酸是一边？那个就是长期的一些身体的习惯所造成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位。各位有看到什么问题吗？其实他还好，因为我想说，就是会说有，就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嗯，要很仔细看。对，的确这位还好，可是呢，他的膝盖其实有单边不舒服，然后这个有点修正，然后这个也是比较做作的走路方式，因为这个是我妈妈，对，所以一样哈，就会有这个比较做作的这个状态。但是他的就是膝盖怎么不舒服啦，就单边。那我们一样会建议他，包括热敷，然后包括那个时候他就是得知了一个就是他膝盖退化，回去很沮丧很伤心哈。然后你们一定会想说，那他们问我就好啦，对不对？可是我跟你们说，就是那个爸爸妈妈们，谁的话都会听，就是不会听自己小孩的。好，所以怎么讲也没有用。好，就是会打电话来问，但是跟他建议的事情不太容易说服。那所以呢，就是不过我还是建议他，就是至少好好走路啦。好，那的确会有所改善。好，那所以我们至少要教大家，就是要怎么样正确的走路。那时候在做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在想说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最清楚的了解。好，所以呢，我们就画了一个人，然后光是这张图，我们那时候改了很多次，头发飞扬的高度，哦，都一直修。然后呢，那个好，那走路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整理了10个步骤，但是我可以理解，大家不会在每一次，比方说这个座位起身的时候，先回想一下哪10个步骤，然后再开始走路，好，不太会有人这样。所以我们两个重点，大家起来感觉一下，来，我们从位置上起来，哈。我要请大家感受的东西呢，是腹部用力跟臀部的位置，好，这个是让大家去感觉的。好，所以你不一定要真的往前走，可是你至少要学会这第一个步骤，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步骤，但是最主要重点呢在于你的核心。好，所以如果有包包啊，或者是有很重的东西，都可以先放到旁边哦，这样会比较准确一点。好，那我们在站着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的脚跟肩膀站差不多宽，我们先学会站。好，然后站着的时候呢，你把肚子微收，不是把它翘到后面去哦，我们没有要你翘，好，我们只是把肚子微收，所以肉眼也许看不太到，可是你自己知道，好，就是微收。微收完了之后，后面的臀部这个地方，就是骨盆这个地方，就是它有点就是稍微翘一点点，可是不是很多。好，那如果说是男性，其实你会去摸一下这边，应该是要有一个弧度的。如果你这个弧度很直，那你就让自己的臀部往后翘一点点。好，然后这个感觉都是差一点点的而已，所以我们腹部微收，然后臀部微撅，好，一点点就好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背会比较挺，好，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驼背。好，然后再来是让你的下巴微收进来，
也是一样，是一点点就好，不用挤出很多双下巴，哦，就是一点点就好了。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回家之后你用这样的方式走路，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用了很多的力气。那我们之前有一位他是骨盆很翘很翘的，如果你有朋友告诉你说，哇，你的臀部怎么那么翘，哦，很漂亮，蜜桃臀，如果真的是太过的那一种，我们要把臀部往内，就是腹部一样收，臀部往内卷，然后这个时候用到的力气会是大腿的内侧。如果现场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就是往内卷，然后大腿内侧跟下腹部会很有感觉。然后这一类的朋友是两侧比较常见的，就是两侧这边会凸，好像多了两块肉一样。往内收进来的时候，两边的肉会比较少。好，大家有感觉吗？这个站着的姿势有吗？好，我们请坐哈。至少把这个观念带回家。好，好，然后我们会站了之后呢，剩下的都是细节，都是小事了。好，就是包括下巴就是微收哈，然后后背会挺起来，手不要握拳，就是轻松哦，就是轻松摆动。然后刚刚提到的就是腹部微收哈，然后视线往远方看。视线往远方看的目的呢，是叫你不要滑手机，好，就是有时候就是头低低的，其实头低低的脖子也很酸啦，好，那所以这是走路的一个方式，好，提醒大家。好，那走路之余呢，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自我检测的部分。那自我检测呢，很多时候可能要用比较专业的方式来做检测，那不管是时间啊还有地点都比较受限。那有一个很简单可以自我检测方式，就是回家看你的鞋子。那回去看鞋子磨损的方式，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正常的方式是在哪里。正常走路，如果你走路的习惯很正确的话呢，最多用力的位置是在脚跟的后外侧，在这个地方跟前足这个部位。好，那为什么会在这两个部位呢？因为足弓的位置在这里，足弓就是我们脚底的一个弓形。那这个弓形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走路的时候会可以就延展收缩，延展收缩，然后用来做推进。好，所以我们每一个步伐正确的时候，它会是脚跟着地，前足推进，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部位是最容易在脚底受力，然后造成摩擦的这个部位。我这边有个照片，比较写实一点，就不卡通了。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左边跟右边，你们就放在一起。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照这两者之间，就是是不是对称的。然后呢，会看到这边都已经破洞，有没有？是属于就是家境清寒，用到这个程度哈，那不用穿到这里啦哈。那我们首先看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外侧外缘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去看它的这个摩擦的线条大概多远，好，然后再来就是前足的地方，有没有看到这边磨的比较多，这边磨的比较少，好，所以就去观察两边的对称的程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这边是外侧磨削的比较多，这边比较少。好，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引言人也是一样，鞋子那个磨损两边差也差蛮多的，好，所以如果放在一起的时候，会看到这边削的比较多。好，那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他用力用哪边比较多。右边。对，好，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简易可以去了解自己用力习惯，跟你可以去找出自己，比方说经常腰酸或者膝盖疼痛等等的问题。但不要想说这边比较多就是这边的问题哦，因为身体是有代偿的。好，所以这位我跟他还蛮熟的啦，就是我老公，然后他就是左边膝盖就是有受过伤嘛，然后以至于造成他的代偿用力用在右边。好，所以如果看到有像这样子的状况，要调整的时候，你其实是全身性的
的去改变，而不是单纯就说，哎，那如果我比方说我右边的肩膀比较低，我是不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弯回来就好？身体的结构的方式不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书中有30个运动，我都建议大家去两边对称的做，就是不要想说自己可能一边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只做某一侧。你可以用2:1的比例来做，可是两边要平衡着做，这样。好，那这个是检测自己的方式，所以大家今天学会了几件事，到目前为止哦，学会了就是站姿的时候要收肚子，对不对？然后回去观察自己的鞋子，好，这两个重点可以先记得，好。然后呢，我们除了用这个方式去观察，那其他一些生活中的事情，比方说有没有女生就是穿裙子的时候走路走一走，那个裙口就歪掉，有哈，这个很常见。然后呢，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说，哇，最近瘦了，真的很烦恼，好，那个裙子都会跑。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衣着布料跟身体摩擦的力道不同，所以表示你骨盆其实是有点歪的，才会让它两边的力道是有差别。所以有些人是走到可能50公尺，他就已经歪到一边，他就要一直把它拉回来。好，那或者是刚刚提到就是在那个修改裤管的时候，好，就是一边比较多，一边比较少。或者可能不到那个程度，你就会发现就是下雨天，好像之前就是下雨天，然后你出去走路的时候，你的长裤啊一边沾到的水会比另外一边多，就裤管湿的程度不一样，一边沾湿的比较高，一边沾湿的比较少，好像或者是踩地板的时候，一边的裤管比较容易踩破，然后另外一边都不会破。像这些都是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像穿那个比较领口比较松的衣服，有时候走路走一走它就会歪掉，而且永远都是歪同一边，所以像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代表身体上面在走路用力的习惯上面两边是不对称的，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警讯，然后可以让我们从生活中找到自己的问题。好，那除了这些东西，当然还有专业的步态检测。好，这个是我们在走在这个动态的时候，电脑检测板，然后去检测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个是左脚，这个是右脚，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脚丫子，好，然后那个大拇指，然后一点点指头，大拇指一点点指头，这个其实是还蛮我们所谓蛮标准的一个在动态的时候，然后形成出来的一个。像一个鞋模一样，一个足模一样，哈。好，那如果说是像这样子，就会看到左边右边比较不对称，好，这边哇全部很红，比较红的意思是代表它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刚刚有提到，足跟后跟着地，前足推进，它用一点点指头，好，就这样子来回走。可是这里跟这里是不是差很多？好，所以就会知道用力很多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边就比较少。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扁平足。在扁平足的族群里面，你会看到中间足弓其实不应该会碰到我们的检测板，不应该会碰到地面，可是右边这个是非常的明显，然后会看得到它的用力很多会集中在大拇指。那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有几个可能性会经常的发生，一个呢是他走路会比较重，然后再来呢是他大拇指这个地方会比较容易痛，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会比较容易长茧，好，因为他所有的力气都集中在前足这个地方，然后所以呢如果你的脚底会容易长茧，通常长茧的位置都很集中，集中在什么部位呢？在大拇指侧边或者是第二根第三指头下方这个地方，好，表示你在推进的时候时间太久，或者是力气比较用力，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好，好，这个是另外一位，这边就是比较往稍微往内，好，然后你会看到它是非常非常的集中，所以像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俗称的鸡眼，或者是一些脚底的那个茧，怎么样都除不掉哦，会跟你的走路习惯有关，然后这边一样。就是这个足弓太过于塌陷，所以你看它后跟前足
他这边用的力气还比这边多。好，那我们之前也有看过有一些人，他们走路的时候是前足先着地，然后再往后再往前，所以他在走路的时候会非常的不平衡，好，会有一些摇晃的这个状况，那也跟他的这个走路习惯有关。好，还有一张。好，那这个的话也是不平衡。好，那这个我们会想说，哎，这个是不是高弓足？好，不一定，因为扁平足在一阵子之后，身体会为了去让自己的弓形出现，然后会有一种状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人走路的时候啊，他就是从就是脚好像会往外凹，就是会有那个用外侧在走路的感觉。好，所以像这样子的走路方式，很多是因为足弓太扁，身体要代偿，身体要代偿的时候，就会出现像这样，就是后足、前足中间空掉。好，那这个是像刚刚那一位，他年纪比较小，好，所以还是整个这样子，就啪啪啪啪这样子，就是会常常听到那小朋友啪啪啪啪这种声音。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他这边就会出现代偿，所以他走路就会后脚、前脚、后脚、前脚。好，那这个一样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这个情况。然后有看到这边大拇指侧边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如果像这样红红的跟用力比较多，我们回家鞋子脱掉之后就会看到这边比较红肿。好，那甚至可能到一个年纪之后就会比较出现拇指外翻这种状况。好，就是跟你的走路习惯也是有关。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会有一些代偿的习惯，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像这一位，就是我们那时候画的这一位，就是 OL 的概念，很多上班的女性，她可能在用电脑的时候就是会翘脚，很习惯。然后有一些人，他们一边可以翘脚，另外一边翘起来就怪怪的，好，所以就会有这个翘脚的习惯。那这个久了之后呢，你可能身体骨盆就会有一些歪斜。所以像我们刚刚有看到影片当中，有人发现，哎，怎么他看起来肩膀有所谓的高低肩？好，那这些很长哦。我们会看，像突然间叫你走路的时候，哈，就是走的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去看他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哎，肩膀怎么会晃来晃去，或者会很经常就是一边高一边低，高低肩，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腰线的高度会不一样，就是我们腰这个地方会凹进去，会看到一边比较凹，一边比较直，好，都会有一些像这样的改变，它其实都是身体的代偿造成的，就是然后你代偿之后，你就会发现，身体会有一边有出现退化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像大家听过坐骨神经痛，好，坐骨神经痛很多都是一边单侧。好，很少坐骨神经痛两边比较少，那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觉得奇怪，说，哎，为什么我的坐骨神经痛是单边？然后通常呢，我们再去推论的时候，就会说，哦，因为我惯用手是这一侧，所以我会怎么样怎么样。的确，那些都会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身体在运作的时候是都是联动在一起的，所以呢，就会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妈妈，就是年轻妈妈，抱小孩的时候是单侧在用力，因为另外一只手可能要撑阳伞啊，要滑手机，所以它是单侧用力。可是如果力气不够怎么办？那个手的力气不够，核心力气不够，它就会这样子，好，就会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在抱小孩，就是用肚子去顶这样。所以就是身体它会找很多的方式去让我们身体用力是有效率的，好，那。所以久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代偿的这个习惯，这也是为什么呢？当你有一个地方的状况的时候，往上往下它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是脚底的问题，它会一路上往上影响到，就是到我们上背这个地方。就像刚刚提到这个骨盆后倾的人，最后很多都会驼背，就是从由下往上影响到的。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这边我们有提醒大家，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肌肉，这个是不是很常见？头跑到前面去，后面驼背。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胸口这边的问题。现代人很多会说我喘不过气，就是胸口会闷，或者是胸痛。才不久之前有一位，他就是他胸口
闷到他自己去急诊三次。然后一开始我是问他说，所以你是送急诊吗？他说没有，我没有被人家送，我自己走进去的。然后他就是，他为什么会想要去，是因为他觉得他再不去急诊他好像会吸不到空气，他随时担心自己会就是缺氧而致死这样，所以他就是很害怕。然后那时候我们他也去做所有的检查，各式各样的检查，包括心脏科、胸腔科，然后甚至他看到身心科，就是因为他觉得他那个会不会是过度换气，或者是突然间的那种那个 panic， 就是那种突然间很惊慌的 panic attack， 然后呢都没有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就我就发现他这个地方就是一模模一样样，他姿势就是长这样，甚至更严重哈。然后他就是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我们等到碰触到他的锁骨的时候，他整个就是超痛哦。他就说，然后那时候他年纪很轻，可是已经就是小孩还蛮大的。然后他就我就是碰触他，我真的是轻轻碰，他就说这边锁骨、胸口这边都很痛。他说他就跟我说，我再也不要驼背，我还会叫我女儿不要再驼背了哦，因为真的太痛。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很常是从脚底往上做延伸，可是这是刚刚提到就是下交叉，所以臀部没有力气，腹部没有力气非常常见。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臀部没有力气的人，刚刚有提到是什么，走路会晃来晃去，对不对？肚子会挺出来，然后肚子挺出来这是大家最介意的小腹，感觉很大，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腹肌没有力气，所以你这边没有力气往上驼背，然后头往前，所以从下往上或者是由上往下都有可能造成整个体态跟走路的方式是错误的。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呢，再提醒大家就是走路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走路很正确都没有问题的，我们举手看一下。大家都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点状况，对不对？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问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走路的这个不正确而造成。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改善它？我刚刚一直不停地提到肌肉肌肉肌肉，好，因为肌肉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肌肉，像比方说我说梨状肌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就是很无辜的看着我，就想说梨状肌在哪，然后功能是什么，它会怎么样。好，那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把它整理出来，有很多听起来很陌生的肌肉，不知道它长在哪里，我们就把它画出来给你看。好，首先这个是背面，然后这是骨盆，然后梨状肌就长在这个里面，好，它是一个蛮深层的肌肉。好，那所以我们就教你说啊，梨状肌在这个地方，那如果紧绷无力的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好，所以就帮大家整理出来，就是包括腓肠肌，就是小腿的肌肉，臀大肌、臀中肌，臀部的肌肉除了臀大肌还有臀中肌跟臀小肌，然后再深层一点有梨状肌，股四头肌是大腿前侧的肌肉，好，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后面三个六到八这边都是比较属于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腹肌，然后旁边这个阔筋膜张肌跟胫下束是侧边，就是我们很常看到大腿侧边会酸痛的人，就可以去做像这样子的一些运动。那因为场地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还是会带大家做运动，但是我们都做站着就可以做的运动。好，来，我们大家站起来哦。好，那我们这里呢，大家找到一下这个空间，空间要够，让你跨一个中大的这个弓箭步，不要跨到太大，太大难度会太高，中大就好了。那我们就跨一个步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前面这只脚跟后面这只脚让它是在同一个，它让它是平行的。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出去之后就歪了，就像这样子，那它是平行的。然后我有遇到过光是让它是平行这件事情就很困难。好，有人发现它是困难的吗？还好。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手叉腰。好，手叉腰，然后呢我们让后面的那只脚不动，然后是放在就脚后跟是着地的，前面这只脚往前，然后上半身不要移动哦，它不要往前也不要往后，就是
往上，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注意一下自己前面这只脚的膝盖跟你的指头，它不应该，就是你应该要看得到你左边这只脚的指头，好，看得到。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停住，然后我要感受到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大腿前侧，另外一个是后面这只脚的小腿肚，有感觉到吗？这边是酸的，后面是紧的。好，后面那只脚呢，尽量可以让它就是延长，就是让它是长的。所以你往下，如果你觉得往下的强度比较多，但是你这只脚已经超过你的脚趾头了，我们就往前再多一点点，往前跨再跨多一点点，强度就会比较强，有感觉到哈？好，然后我们停住的时间大概是30秒钟，然后如果觉得自己好像会晃来晃去，做一件事情就好，我们把肚子往内收，然后往内收进来的时候是不要憋气的哦，在不憋气的情况之下去往内收哈，然后停住，然后大概我们刚刚到现在已经30秒了嘛，然后我们慢慢就是把脚收回来。好，有感觉到 后腿的腿有被拉开吗？有哈，好，那我们做完一边之后要做另外一边哈。好，所以我们要跨一个大步。好，那这个手叉腰它是有目的性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手呢，左边跟右边它必须要是对称的，所以你去感觉一下你的腰，就是我们在往前的时候身体不是歪的，因为很多人在往前的时候身体会歪掉，所以我们往前的时候左边跟右边是一样的，好，然后脚跟一样着地，后面脚跟着地，前面往前去做一个弯曲，然后往前的时候一样去对一下自己的膝盖不会超过你的指尖，好，然后上半身是挺住的，然后去感觉后腿的那个小腿是被延展开来的感觉，有感觉到哈？大腿会稍微有一点点酸酸的，前面这一只，好，然后就停住，不要憋气，好，然后肚子往内收，让肚子有力气，好，然后回来，好，我们现在一起回来。好，现在有什么感觉吗？刚刚有拉到，有哈？好，我们这个是最简单的，好，我们再来做第二个。第二个这个动作呢，我们叫它麻花伸展。为什么叫它麻花伸展？因为它就是像一个麻花一样，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扭毛巾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上半身是一个方向，下半身是另外一个方向。好，那我们先从下半身开始，那就跟这张图一样好了，我们右脚往前跨，交叉到左脚的前面。好，现在呢下半身是由右往左，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上半身就要由左往右，对，由左往右。好，两只手，手掌合十，好，十指交扣，然后我们让手掌是往身体的方向，手掌往身体的方向，然后手往前斜前方做延伸，所以它是一个斜前方的角度 ，OK？ 所以我们的下半身往左，上半身往右，斜前方的角度，我要拉到的位置呢是侧身侧腰的地方，有拉到吗？有。有，好，这边是很少拉到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我们穿裤子的时候肉会飞出来的地方。对，有没有很想要把它拉长拉开让它消失？你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延展。好，好，停住一样30秒之后回来。好，这个延伸的感觉应该会比较强烈一点。好，然后另外一边，好，一样，现在我们左脚往右跨。好，好，所以我们的下半身是往右边，上半身就往左边，然后去做斜前方的延伸，斜前方的延伸。好，那这个延伸的感觉应该会跟右边差不多，然后位置是一样，它会从骨盆的上缘这个地方整个侧身都会延展开来，延展的时候不要憋气，正常呼吸，你可以有一些想象，想象你这边的肉正在瓦解当中，会很有动力的停住那30秒。好，然后我们停下来，然后好回来，然后手放下来。好，现在的感觉应该是这边也有被拉开嘛，刚刚我们拉的是小腿，对不对？
现在我们拉的是这个侧身。好，那我们再来一个动作哈，这个是斜上方的伸展，这个难度又再更高一点点哈。所以我们书里面呢，总共有30组动作。那站着的动作是这几个，通常比较多介绍是躺着的动作哈，是因为比较安全。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脚跨开，跨大，就是身体上一个大字形，好，两边是侧的，好，跨大，然后那个脚趾头是往斜前方的方向，所以稍微有点外八的感觉，好，好，然后呢，我们全部都做同一个方向，都做先做右边，好，才不会打架，右边膝盖弯，好，然后右手轻靠在你的大腿上。轻靠，好，就让自己身体是稳的哦，哈，稳了之后呢，我们用这只手往上去做延伸，去拉开我们侧身这个地方。往上的时候，视线看着手，视线看着手，好，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优雅的感觉，哈，然后你会觉得侧身从骨盆侧边到侧腰到肩胛骨侧缘的地方。都是被展开的，有感觉到吗？有哈，好，好，慢慢合作，大家很急着回来。这个动作比较难，对不对？好，我们再做另外一边。好，刚刚做右边，现在是不是换左边？好，现在换左边，步骤都一样，手轻靠，好，就是手肘轻靠，轻靠了之后呢，身体慢慢慢慢滑到，让眼睛。视线看到手掌，眼睛的视线看到手掌，停住的时候正常呼吸，感觉侧身的肌肉慢慢的更多被延展开来，然后更多被延展，然后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少去伸展的地方，然后记得不要憋气，哦，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憋气，哦，然后好，现在手慢慢回来，身体回正，好，现在是不是连？下就是这个地方比较是，肩胛骨下侧这个地方又有拉到，然后好，我们请坐。好，那其实像这些动作啊，都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想到的时候就尽量做的动作。那刚刚也提到，就是书里面其他的这个动作很多是躺着做或者是在地板上做的，原因是因为呢。有步态问题的人哦，我们想很多就是真的到，你感受到这些表现，通常都要一些时间。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所以我们要一开始让大家能够开始有一些，感受得到这个运动的好处，它的难度就不能太高，好，然后再来就是安全性很重要。我们之前也有遇过，就是他。想说我要来认真的瘦身，所以呢是一个男生，年纪跟我差不多，然后他就想说他要瘦下来，所以他就是第一天认真的去跑步，因为据说跑步会瘦，所以他就去跑步，然后结果才第一天新买的鞋子很开心的去跑，就扭到脚了，然后脚痛之后就不能动半年，所以他的运动计划就是瓦解，所以我就跟他说很多事情哦，可能不能那么冲动哈，然后跟可能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很就是低阶强度的动作开始，这也是为什么里面有很多的伸展，像我们刚刚做完伸展，是不是会觉得很舒服？好，就是肌肉它需要有一定的延展，好，伸展完之后身体都会比较舒服哈。老师你好。想请教一下，如果轻微的长短脚是走路姿势错误造成的吗？那需不需要去做矫正，还是说去调整自己的走路姿势就可以改善的？谢谢。好，轻微的长短脚啊，我们会很常看到，它就是我们叫它是功能性的长短脚，它不是结构性。功能跟结构差别在于，功能呢它比较好处理，结构就是真的你一边长一边短。哦，这个也的确有发生，但是它比例比较少，通常是所谓功能性长短脚。那最常见发生这个的问题就是骨盆，因为我们的结构里面啊，这张图其实稍微可以用，就是我们的结构里面啊，大腿的骨头它
它是连到骨盆的，哦，所以这边的骨头是连到这边臀部这个地方，骨盆这个地方。所以呢，当我们的骨盆有一些歪斜的时候，它就会让你这里的 长短会有点不一。我们前面有一张图，哦，那这张图可能更能够去说明就是实际上问题出在哪里。就像这样子，就是我们当我们的骨盆是歪着的时候，这里跟这里在走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长短不一。所以那这要怎么处理呢？我们要做一些骨盆这个地方的运动， 骨盆的平衡运动。如果它是很纤维的，我们的确有看过，就是它透过自己自身的一些伸展跟一些运动，它是可以让这些纤维的改变去还原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结构的问题，它本来就不是就是骨骼有什么问题或有撞到或什么，那就是我们去要训练让它左边跟右边的肌力是对称的，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请问一下，你刚刚说走路时是脚跟着地前直推进嘛？那慢跑还有登山爬山要注意什么？谢谢。OK， 好。跑步的时候跟登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基本上跑步的时候啊，都那个脚跟会很少碰到地板，好，就是包括就是等于跑这件事情，你在空中的时间比较多，好，就是跑步，所以碰到的时候都是前足，那这个是 OK 的，好，所以跑步的时候我们建议脚跟的地方不要太重，好，因为脚跟太重的时候冲击力会上去。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在书上面稍微有带到哦，但没有写得很清楚，就是跑步鞋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会看到就是气垫鞋，就想说跑步是不是选择气垫鞋就好了。那我们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气垫鞋很好，可是气垫鞋是用在一般的道路上面使用。我们会听到有一些人他穿气垫鞋穿到就是膝盖不舒服，他觉得我已经注意就是穿气垫鞋了，然后我也去运动，我也去跑步了，然后我也都注意了，为什么我膝盖还是会不舒服。好，问题就出在他穿着气垫鞋跑去操场的 PU 跑道，或者是他在健身房里面的那个跑步机。好，健身房的跑步机跟 PU 跑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是他本身是有弹性的。所以我们当一个气垫鞋加上弹性步道加总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弹性是非常丰富的。那当我们脚的弹性太丰富的时候，它的力是直接往上冲，所以你的脚底没事，可是你的膝盖会有太多的冲击而造成疼痛，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所以如果是跑步的话，用前足用脚尖这边跑是 OK 没有问题，可是要注意穿的鞋子。好，那登山的部分，爬山没有太多需要特别注意，但是我们过去会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大早起床的时候马上去爬山。那原因是什么呢？是跟椎间盘里面的水分有关。好，我们身体啊在睡觉的时候是平躺的，然后平躺的时候呢身体都很放松，所以肌肉跟这个血液循环就是都还没有开机的这种概念。好，那我们马上去爬山。那爬山的时候是因为有个斜度，包括爬楼梯等等，它有个斜度。有斜度的时候身体会比较折，好，就是往上爬的时候你身体会有一个弯度。这个弯度呢会造成椎间盘有比较多的压力。所以呢当我们一大早起床，包括肌肉还没有办法真的很充分的帮助你保护你的椎间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马上去做激烈的爬山，造成椎间盘突出的比例会比较高，好，因为它还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然后跟它椎间盘里面的水分有关，好，所以除了这两点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那通常会建议多久算久呢？一个是起床之后，要不然你就是要做很充分的暖身，很充分的暖身，再去爬山，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是一个起床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爬山，这是第二个方法。因为记得研究上面是说，身体一个小时之后整个循环的状况，你是可以去适应这样子的改变。那个时间的计算差不多就是，如果你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早上
晨间僵硬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好，所以大约是抓这个时间这样子。好，再最后一个。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穿足弓垫，可以矫正的可信度如何？那穿夹脚托真的很伤身体吗 ？OK， 好，这两个问题很好哦，就是穿足弓垫到底好不好？然后跟穿夹脚托真的那么糟吗？好，那研究上面发现，就是足部在走路的时候，如果能够去适度的做支撑，它对很多的疼痛是有所改善的。那可是它有个前提，就是它必须要去符合每一个人不同身体的状况，因为当你足弓比较高跟足弓比较低，你使用的足弓垫就会长得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是很基本，大家可以想象的。那好啦，那如果是扁平足，所有的扁平足都可以用一样的弓形的鞋垫吗？当然不是。好，那我常会拿来做比喻，就是我们在使用这种足弓矫正垫的时候，或者是鞋垫的时候，它就跟我们佩戴眼镜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佩戴的眼镜都要先去做验光，然后你才能知道你的度数对不对。所以你去做这个验光，就像我们在鞋垫上面必须要去符合你的脚型的，所以它必须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检测之后，然后出来的这个鞋垫才会是符合你的状况。那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如果要使用像这样子的工具的话，它必须要是个人客制化的，那个才会是比较符合。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它是很软的那一种，那很软的它穿起来是舒服的，可是它没有什么矫正的功能。好，那个呢，我就把它当作我们在戴太阳眼镜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平常如果外面天气就是太阳很大，我们戴太阳眼镜遮阳这个效果，它没有度数上面的矫正，可是它还是有功能。所以就像我们软的这种细胶型，或者是更软的材质，它是让我们脚走路的时候稍微比较舒服，可是它没有矫正的功能。好，那这是第一题。那第二题就是夹脚托，对，夹脚托真的很伤。好，但是有时候就是比方说你去巷口吃碗牛肉面，然后你还要穿包鞋，那天气很热，你就不想穿嘛，所以偶尔穿没有关系，就是偶尔。好，但是如果你要穿着夹脚托就是上山下海，那个就会比较不那么建议。原因在于我们在脚的支撑上面，它必须要是完整的，因为我们的脚这么小一个，它要支撑我们这么重的重量，所以它的支撑除了来自于本身的结构之外，它必须要有其他的东西去辅助它。好，那夹脚托它的支点只有一个，就是夹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夹脚托，你会看到它脚跟那个鞋底常常是分开的。好，那如果一定硬要穿夹脚托的话，至少选择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方法。一个是你选那个夹脚托的底比较厚一点的，好，它在脚底的地方至少有一些支撑。现在有一些牌子是脚底挖的，就是很像你的脚型的，像一个船一样，那种会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前面的那一根要扎实一点，柔软一点。有一些它是那种比较尖锐一点，或者它是布的材质，你在冲击的时候会很痛。然后再来就是它两个那个人的那个形状，那个带子那边它可以厚实一点，然后到比较到后足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只有夹前面，它就是那个人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人形，那这个人比较到后面的时候，它至少可以包覆到脚背的地方是多一些些的。好，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去注意到这些细节这样子。